该起床啦。最近就起床了，方式有点不对啊、哦。嗯，温柔一点。早上起来呢，我们就把柴呢打开来，然后呢，这个加湿器啊也给它熏起来，就感觉车里呢就会舒服多了，没有那么干了。昨天睡觉终于不冷了。不冷啦。终于睡了个好觉。对，我们这几天就睡觉一直都被冷醒了，啊，昨天买了个棉花被嘛，然后，对吧，就相当于盖两床被子，一床这个羽绒被，然后上面再加一层这个棉花被。哎呀，终于暖和了，真的好冷。其实这个被子还可以哈，就是新做的被子，它是特别软，特别软和哈。难怪人家这个啥，就是棉花被啊，盖时间长了以后啊，它是需要翻新一下，因为翻新一下它可能会更软。二百斤冷不冷啊？冷不冷啊？二百估计也不冷。哎呀，应该给二百。他说：“我说应该给大白爷弄一个。”生气了啊？气怎么样呗？你这屋比那啥，比我们被子还贵呢。就是。你有啥生气的呀？那屋比我们的还贵。那出风口啊，一直吹着大白屁股啊，你不热啊？吹着火了，着火了，屁股着火了，着火了。你要这么屁股鼓的吗？早上给大白煮点肉啊，说好了给大白，就是吃的不一样，你看，三个土豆，两个胡萝卜，再加一个鸡胸肉。啊，土豆反正这个配上狗粮吃嘛，一起吃，让大白这些天呢，对吧，少吃点狗粮，多吃点这个玩意儿，多吃点那个给他煮的。哦，这狗子看起来很开心的样子。快点走，多点。开心啊哈。煮了啊，昨天买的这个大列巴，做了那么久的大列巴终于尝一尝了啊。嗯，看一下好不好吃。45斤。昨天在面包店买的，好硬哦，哇，跟法棍一样哈、哦。哎呦，大白、大白喜欢吃面包，你走开，这么好吃啊？你吃肉，你的肉在那里的，给你煮了。这家伙，明天是不是拿个刀叉吃的？不是。大白不知道为什么好喜欢吃面包啊，他。看一下里面是什么样的，哦，里面有夹心，夹心就是那个。核桃仁跟葡萄啊，你不能吃的。葡萄和核桃。狗子不能吃葡萄的。啊，越往切、里面切还越多哈，就是。先切少一点吗？也行。先尝一尝。先吃三遍，尝一尝。嗯。法式摸爬棍。哇，我要吃一个的话，估计一天就不用吃饭了。嗯，配点牛奶应该还可以。我车里有牛奶忘买了。它吃的不是特别硬哦，看着它没硬。嗯，我感觉还可以哈。哦，嗯，又普通的，就那个比普通的面包啊要紧实一点。嗯，看起来外表摸得特别硬，但里面是还算蛮松软的吧哈。嗯，我觉得还可以。还可以。可能点当早饭吧，现在早饭都不知道吃什么了、这个配点粥，配点牛奶就可以了。妈妈，你看这狗子。你不能吃啊，这个有葡萄，哎，他一看到好吃的他就这样、有葡萄你不能吃、吃完早饭我们再来个饭后小水果哈。嗯啊，待会儿呢我们准备出去啊，去找一下这个苹果的包装啊。大白好喜欢吃这个苹果啊。这两天啊有很多网友啊都已经收到这个苹果了，然后呢还跟我们讲，就是这个苹果呢还是不错的，就是收到吃完以后啊，就是说哎也是非常非常甜的哈。但是呢有网友啊也是给我们一些建议嘛，就是这个包装方面的啊，包装方面的啊，因为有个别网友嘛收到货以后呢，就是他这个脖子嘛就是有这个磕破嘛。哎呦，大白想吃苹果了。我不能说果子，我一说果子他就激动。这个果子磕破呢，当时我们以为就是发顺丰啊可能会好一些嘛。但没想到还是会产生那个磕缝哈。你看网友给我们建议了，就是让我们去啊，就是找重新找一点包装，把包装加强一点，就是找那种一格一格的那种包装。一个苹果放一格的那种。对，还放碗里吧，
饭碗里吧。待会儿呢，给大白吃完饭，我们就去找一找嘛，对不对？嗯。啊，找到那种就是好一点的包装，这样的话，如果快递的话，你稍微的暴力一些的话，啊，也会好一些嘛，对不对？嗯。反正呢，大家如果收到货啊，可以检查一下。如果说果子啊有这个磕伤啊、碰伤啊这种情况呢，啊，第一时间联系我们，然后呢，我们会及时给大家就是把这个事情处理，对吧？嗯。嗯，大白要撒娇卖吗？对的，还有这个，还有一个这个啥，还有这个果子的这个大小啊，也有网友反馈，嗯啊，就是说收到这个果子啊，就是为什么就是有大有小啊，哎，你是不是掺了呀啥的？嗯，但是呢，这个苹果啊，它是就是按照这个规格的，就是80厘米啊到8厘米啊到9厘米这个规格的。对他们这边，分一级果就是80到90，哦，对，就跨度感觉有点大了哈。对，你看。就像这两个果子来讲嘛哈，嗯，这个就是差不多80左右的，嗯，这个呢就是差不多89左右的，对，放在一起就显得特别小哦，嗯，可以给大家量一下，对，嗯，对，所以放在这里的话，有放在一起记的话，很多人觉得这个是小果，对，你这看起来可能像看肉眼看起来觉得它很小是吧？嗯，但是你要是量一下呢？嗯，这个放成直角以后嘛，拿你可以就这样就这样，你就可以拿直尺去量了。其实它刚好可能在，就是说80多一点点，就是差不多就差不多80嘛。嗯，对。当然这个量这种量法也是不是说特别准嘛，嗯，对吧？但是也是大致就是差不多。嗯，他们都用那个圆圈量的。对，我刚刚量的还不是最大的直径，最大直径在这里。嗯，然后这个应该是达到了89，所以就是。一个小的，一个最小的和一个最大的，就看起来就太明显了。对，哎，所以呢，其实这个规格，其实我觉得也是不太好，这样放在一起，很容易让人家误解哦。对对对对对。嗯，哎，快吃苹果啦，大白等不及啦，大白哥。嗯，给大白先吃个苹果，我们开开胃啊。吃个苹果。嗯，啊，对，还有这个苹果啊，它怎么说呢？它并不是说全红的这种苹果啊，因为阿克苏苹果它是一个丑苹果，它不是像那种套袋果啊，套袋子果一就是说，哎，它出来特别的匀称，特别的红润，对吧？对，它就是自然的一个光果，所以说它太阳没照到的地方呢，它就可能会显示有点青青黄黄的这样子。对，你看这边这么大的也是一样的，基本上每个都有点青青黄黄的。对，很多人收到就觉得太丑了，或者是觉得不是好的果。对，但实际上都是这样子的哈。嗯，其实我更喜欢这种，说实在的，那个套袋果的话，颜色是好看了。那，啊，这也是有一点点糖心。嗯，这个糖心不大不多。嗯，就是糖心的话，其实不影响那个口感的。嗯，很爽脆，脆甜脆甜的。爸爸，嗯，对，嗯，来，一天一苹果，医生远离我。嗯，吃吧，来，我发现阿白也特别喜欢吃这个苹果。嗯，哎呀，你会不会吃完这个苹果就不吃其他地方的苹果了？跟我们一样。看看大白的一锅炖也熟了，有没有？鸡胸肉，哇，好香哦！哇，鸡胸肉、胡萝卜、土豆。这汤也可以给他喝一点，可以。喂，哦，先放这里给他晾凉一下。感觉阿白吃的比我们这还丰盛。这不嘛，哎呦，这土豆都化了哦。皮都掉了，应该真的。哎呀，土豆应该真的哈。嗯。放在架子上面去。今天这个豆大白一下，看啊，每一只手里面只有一个，还一只手里面有一把。那个狗子呢不能给他看到哈，他看到了已经，换个手看到要选哪个。对，鳗鱼左手那个地方是多的，右手地方是小的，但大白看到的呢好像只看到右手的了。来，我数到3啊，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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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嗯，1、2、3，选吧，要哪个？你再选一选，你要哪个？你确定了吗？他真看到了，我跟你讲。确定了吗？等等，等我再来一下。等等啊！来了个去，换一下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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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数到3，1、2、3。他以为还在这里，秀一下，确定了吗？打开了。要哪个？要哪个？要哪个？走，要哪个？要这个？啊，没了。咦，嘿嘿，
看这个，哎，你刚刚选的这个，你怎么可以吃这个？嗯，小郑哈，啊，你回想，明显一震一下子哈，震了一下，白色，哎呦，选错了。好，弄给他吃吧，加点汤。我手脏了，给他来弄吧。嗯。哇，这胡萝卜都煮烂了。嗯，我给他捏碎了。捏碎了。哎。那吃鸡胸肉是还可以哈。嗯。啊，马上好了啊。对，好逗。萌萌哒。看大白今天这个啊，满满一大盆，我觉得都不用加狗粮了都。加一丢丢吧。哎，今天我感觉你声音是好一些了，嗯，一说就咳嗽了。一说就咳嗽了。有点干咳。啊，你看昨天那个两床被子啊，盖的还是，昨天我们那个两床被子一盖，哎呀，特别的舒服。嗯。嗯。看着大白怎么吃，看着狗子吃的好满足哦，哇，一口肉，一口粮，一口汤，香喷喷。以后有空还是给它煮一煮比较好，感觉吃了有营养一点。哦哟，我的天哪，你流眼泪啦？嗯，太久没给你煮好吃的啦。哎呦，流眼泪啦吧。你看他真的流眼泪了，怎么回事啊，大白？嗯？哎呦，你看他流眼泪了，怎么回事啊？太好吃了，不要激动，不要激动啊！以后有空都给你煮啊。